建议。仁川台东归境九年欢庆主新主持，严玲、严玲、严刚玲，咱们的台东一定爱归境。严大兵跟咱们台东，要年底我告诫台东，一定要归入建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哪里建立？咱的建立，咱的态度一定要规矩，第三无规矩，所以呢，当阿联当得当翻新主线，来是吧？翻新主线，咱的建立甲态度，严甲严甲态度拢规矩，我们就会翻新，翻新主线，翻新主线。咱就来翻新主性，咱哪当翻新主性呢？咱得归性，所以翻新主性，立德，这个观念，即将做到交处，借这个机会，咱讲三性，地心。为修心之保障，这是何必的事？前主啊，我是三信五信，五信五信不掉毛，无边有高无限，环相，这是环环相扣的事情。这种考证会物件，拢考对，你做考对，他考对就安怎做，安怎做拢考对。无跳出这去，因为凡夫要形成信心，一定要跳过足侪关卡，啊，要跳过足侪关卡，若无搞做伙去互脱离去啊，因为社会是千奇百怪，这社会千奇百怪嘞，你问感觉讲，哦，你安怎怎怎，人说你用骗红了，现在，你钱红了了啦，你拢唔知唔知，你还怀疑讲，哦，我搞，好像你特别参考知识。老师，这社会真正让你的，让你的恐怖呢。所以信念不是环环相扣，扣得很紧。因为没有人每一个人是姊妹，而且真正相信相缘，相缘相信，达到回向圆满的高位，你可以想看自己。也不要小看我们，这样就是在修行吗？我们这样就是在行功立德吗？但是姐妹，你要等于来讲破题，中文讲的破题，新闻题、新书题、名言题、读书题，中文不是讲这个，我讲的破题、新闻题。新书记、兵编辑、导演辑，你敢有这数字的功夫，我导演嘛无落去。来遮在听就是看，听人记就是心，等于就是新书，等于用得把想法来保养，困到倒下就把想法来新书记。平原子，我掉唔掉？掉，开始起步。什么时候不会？什么时阵都袂歹，只要你要行，行是得紧。你唔行，行是得老。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。我跟你讲，这样的事实在在讲的。所以讲呢。辅助平原的地主
学道甲修道必须两者兼并。去讲嘞，不是同我讲嘞，唔是讲干阿爸你唔惊了。学道甲修道啊，两者兼并交做伙。啊，哈，阿弟，来交做伙啊，爱两者兼并，好啊，地主就最好，出这题。积极性，宽爱强，积千年，积路灭，最好。仁义就是安尼，一扎一扎咧搞出来啊，一扎一扎咧搞出来。所以话你也别做不一样，愈拍愈新鲜。干嘛讲圣人就是圣人？他为什么这么有智慧？他为什么教我们这样走？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！我还是出门，我去担心，来看一下。足少的，发现讲，天都不困得较济啦，足少。真正啊，拢多数拢是困到比天都较济啊。你说。千多比人讲啊，稳赚稳钱呐！啊，不过咱今仔日呢，湾仔千多比人都会较济。哦，我讲做安逸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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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可啊，不可负责处于代志，咱就看个上过去啦，咱就知影。老可能是咧听一个怎啊老清官咧，官去归来，心量足恭敬，随数字可以。我这条命，老神主啊，你都唔要烦恼，我这条命以后你啦。所以，安乐经的下面，你大家看，孔明先生500只，刀笔1000只，诸葛亮亮，刘备先生比诸葛亮还亮。啊，伊讲，阮囝来扶持你家父，阮若未扶持你，为天下苍生处于代志。容易讲，可以突破垂直高，可以抵别的疾病。稳住情路，稳住情路。这南怀瑾先生的挑这句话出来比喻，所以我今天既然是谈这个职业，你来这大家讲解这个主角，我一定未杀这伊的。